谁来晚餐与徐若瑄心跳101活动揭晓喽！你现在有怀孕吗？当然不是这个问题，我是，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整天要飞来飞去，已经都在外面跑来跑去了，所以平常就很懒得出门。我的遗憾是没有机会上大学，我自己是很羡慕人家可以那个去上大学的感觉，可是应该是没有机会了，太老了。我想就葱花蛋就可以了，蛋都可以煎烧焦的话，也蛮可怕的。我觉得真的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如果说奥黛丽·赫本，你会吓一跳吗？我这样很像鬼故事吗？好了，你好了啦，好吗？别忘了每周五晚间9点，谁来晚餐就在公视13频道。